今天来到大雪碧啊，看不到遇水成功啊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要放了冰箱有四个小时了。哎呀妈，你怎么提前变成一杯了？看能不能成功啊。哎呀妈，白瞎了！哎呀，我去，提前变成饼了呀！等会啊，白瞎了，变不了了。这里面呢，哎呀，我去！来个不一样的吃法。哎呀！哎，然后再沾点，再沾点料啊！哇，超级好吃！我跟你说，哇，市面上都一无二的，我跟你说，立马进我直播间吧！哦，太好吃了！来霍霍啊，包金，听说包金的吃着会发财，你们也去试试。全部完成了啊！大版的巧克力，作死，漂亮！双击666，红鸡蛋，这个一般是那个满月的时候啊。然后呢，做这个红鸡蛋，再来再吐一个啊！哎呀，娜娜。你小时候过满月的时候，咱们家有没有做红鸡蛋？你知道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嗯。妈，白瞎了。哎呀，等会儿，你别弄，别弄散了啊！哎妈呀，这个掏出来！这个掏不出来，因为这个代表很紧呗。啊！差点。红鸡蛋哈，终于出来了。那你，哈哈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爆一下，花实在是没得干了，不知道太什么了。哦呀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哎，好冷。实在是太严了，心瑶，再来个玉石变冰，打开，玉石变冰来，打开，哎呀妈呀，看好啊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这白瞎了，啊啊，今天终于来一口一个的白香果啊。但是呢，实在是太酸了。脱膜，把膜具全部脱出来，把膜全部脱出来。哎呀！我已经流口水了。来，继续来脱膜啊！看能不能成功啊！你咋又坏了呢？你这么快就软掉了呢？
啊，好像没有问题啊。实在是受不了了啊，再来个冰碗神器。哇，太漂亮了，来泡沫。感觉有点恶啊，来个罐头。一罐不够啊，再来一罐牛奶。是不是过期？尝一下。好久没有来大碗了，不知道拍什么了。翻窝。好凉！哎呀，加点料啊！油锅里倒，鸡蛋锅里倒。哎呀，这鸡蛋怎么？这鸡蛋没油了。哎，就这样子搅啊，试一试啊。第一次冻沙冰，看看能不能成功啊。就这么不刮了吧。哦哦哦哦。哇，好吃！冰激凌，嚯嚯！出不来，先放一边啊，先做这个功能。哦，哇，哇，太好吃了！哦呦，流口水了！哎呀妈呀，甜死了！我一会儿弄给你吃，哎呀妈，气死了！去擦一下，用纸擦一下。我自己弄一个。你等一下给我弄坏了，阿一诺，我揍你啦！你给我弄坏了，弄坏了。去，看见没有？好。